四眼莲的这个东西啊，它不是蜈蚣，它是海里面的万角虫。听我80岁的舅老爹说过，这个东西非常的罕见，平生他是第二次见过，认识他的人不会超过100个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，就留下一个双击加关注吧，老铁们，给就给一个吧。海洋气候的变化导致了这条安康鱼的搁浅。老一辈曾经说过，这鱼是海里面的吉祥物。看到它双击的朋友，2019年能够家人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被这个小妹妹发现了，准备把它埋掉。不管真的假的，老铁们给个双击，图个好兆头。老铁们，面前的这鱼叫长嘴鱼，据说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。它嘴巴的长度和它身体的长度是一样的。听我年迈的爷爷说过，这鱼有灵性。看到他双击的朋友，2019年必发大财、走好运，家人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这是一条搁浅的龙尾鱼，是我今天在海边和小伙伴们玩躲猫猫的时候发现的。听我81岁的舅老爹说过，这鱼是吉祥物。看到他双击的朋友，2019年能够发大财、走好运，家人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敲敲打打，一天就过去了，又到了每天砸钉锣的时间了。有的老铁他一进来看到砸得这么辛苦，反手就是一个双击，有的朋友怎么样都不给，不给就不给，你给个关注，祝进来老铁发大财，走好运。